嗨，朋友们，准备好在游乐园度过又一个美好的一天了吗？太棒了！但在我们开始玩之前，我们还有工作要做。今天我们将建造一个巨大的口香糖球机，所以我们必须先找到所有的零件。挖掘机艾德，你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推土机比利可以推你一把。看起来像一个红色的大塞子，让我们把它放在轮胎旁边。这里一定有更多的东西，继续找。嘿，查理，旋转木马上是什么？它是制造口香糖球的卡车的车身，让我们去开始把它们安装起来。干得好，查理，在艾德安装轮胎时帮他握住车身是很棒的。比利，你要再做一次摩天轮吗？哦，摩天轮上有一个口香糖球机。艾德发现了一个又大又圆的像球一样的东西，让我们把它带到卡车那里看看是否合适。完美！比利发现了保险杠，现在我们需要把它填满糖果。比利，你认为我们应该用球池的球来填满它吗？不。那么艾德，你有更好的主意吗？哇哦，你发现了装满口香糖球的罐子，一个绿色的，一个红色的，还有一个蓝色的。让我们把它们带到口香糖球机那里，填满它。查理可以抬起那个小罐子，把它们倒进大的圆形罐子里。蓝色，红色，和绿色。现在盖上盖子，我们完成了。谁要糖果吗？干得好，伙计们，现在工作结束了，该在游乐园玩耍了。下次见，朋友们。